兄弟姐妹平安，诗篇135篇第四节，因为耶和华敬以色列归于家己，敬以色列做家己特别的百姓。诗篇135篇是一篇俄勒的诗，一开始诗人就邀请所有上帝的百姓来俄勒耶和华，包括遐个耶和华的罗卜，踮伫耶和华的厝，踮伫咱的上帝的厝的院内的。就是指遐因带敬拜、佮服侍圣殿的祭司头佮利未人。接下来，诗人佮咱讲俄勒的原因佮内容。第一个原因就是上帝本身，上帝本身的好、水，予俄勒上帝嘛，真做一个真水的代志。第四节，因为耶和华敬雅各归于家己。敬以色列做家己特别的百姓，说明上帝拣选家己的百姓，一项带着上帝家己主权的稳定所产生听的行动，和所有受到上帝拣选的百姓得到白白稳定，无任何一位是依靠家己的打拼来得到这项稳定。第五节是诗人对上帝全能伟大的认识。接下来对着上帝的能力展现在自然界和历史中出埃及的具体行动的经历，显示出上帝亲自介入自然界和人类的历史中，大家赞美这款的上帝会为他的百姓来伸冤，也会怜悯他自己的罗卜，相对随着自己的意思行动显示出伊个全能个上帝，遐个外邦个神明煞显得毫无作为。外邦个神明是人个手所做，有嘴煞袂讲话，有目睭无法度看，有耳孔嘛无法度听，有嘴嘛袂喘气。遐个制造外邦个神明偶像，而且挖靠遮个偶像个人，嘛要参像遮个偶像共款。看起来敢像有气力，事实上煞一撮仔功能嘛无法度发挥。最后，诗人一个一个点名，伊是的家、阿伦的家、利未的家，才会受上帝拣选来成做伊的子儿的，就爱俄勒耶和华。对归首诗篇135篇，诗人对上帝俄勒的内容，每一句话拢会当予咱看见这个诗人。对全能的上帝有真深刻的认识，这也是伊对伫俄勒上帝的热情的来源。这款的认识，嘛，予诗人的俄勒充满着真实的快乐。诗人伫第四节，因为耶和华敬雅各归于家己，敬以色列做家己特别的百姓。伫新约约翰福音15:16，耶稣嘛讲。不是恁敬我，是我敬恁，搁设立恁，予恁去结果子，搁予恁的果子固定伫地，予恁伫我的名，无论对父求啥物，伊就予恁。今仔日，咱嘛拢是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所拣选属伫上帝的百姓。上帝搁赏赐咱圣经，予咱通正确来认识伊。咱应该通过认真追求认识上帝，来让咱对伊的俄勒产生更加深沉的力量和感动，毋是通过精彩舞台、声音、光影效果，也是任何激动人的情绪的方式。受拣选的基督徒，应该就是和敬拜的生命是同款的，受拣选来带。敬拜的服侍者，更加应该比任何人对上帝更加深的认识，又有更加深的关系。在信仰的生命内底结出果子来，这款的带领敬拜的人，袂伫台仔顶带敬拜，台仔脚乌白来，袂伫台仔顶用嘴阿罗上帝，煞伫日常生活用嘴讲别人的歹话，甚至牵人笑骂。是伫人头前看会到的部分，空人看袂到的部分，私生活拢是一致的，过着符合信用的生活。
这款信用生命所给的规矩有长久存在的价值，而且因为对着上帝有清楚的认识，也对耶稣基督的名所代表的含义有正确的理解，所以会照主耶稣所喜欢的方式来对天父上帝来恳求。啊，那安尼就无得袂到的物件，因为咱所恳求的拢是上帝所欢喜的代志，亲像仁爱、欢喜、和平、吞忍、慈悲、善良、忠信、温柔、准则这的圣神的规矩。愿圣神帮助咱珍惜受上帝拣选的身份，认真追求结出符合这款尊贵生命的价值，予受上帝所拣选的咱，真多更加多人的祝福。请咱同心来祈祷。主耶和华，阮才会受着你拣选的百姓，要来阿罗你，阮也要感谢你，心思独一件，主耶稣基督来成做阮的拯救，予阮通得到永远的活命。阮也要珍惜你所赏赐阮这尊贵的生命的身份，要来结出合宜的果子，予阮的生命也成做更加多人的祝福。愿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